造化弄人呐！你说咱家袁叔叔好好的，怎么就进去了？苍苍，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。还好吗？这几节课，放心吧，不让一个人毁灭之前，必须先让其膨胀。我已经安排人去收拾他，你再忍一忍。不过还好。他现在还不敢在学校里明目张胆地对你怎么样。秋雅，不要这样！我好懊恼，我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。能有一点三好学生、优秀团干部的样子，我也没有想到夏若他会。别提他，这手流血了。苍苍，风雨不能阻隔。我才碰一下你的手，你就他碰的可是你的嘴，不不不。同学吗？怎么了？这道题我不会做，不会做，太